握手，真棒。这只手，换另一只手，真棒。这些小奶狗已经出生有45天了，长牙齿来了，可以吃饭跟粥了。这是土狗，给它喂饭跟粥就可以了。长大了，马上就可以把它们送出去了。那里还有一个位置，刚好是你的，去吃啊！还看着我干嘛？吃饱了，跑来这里躺起来了。又想握手是吧？来，这只小家伙最好玩了。那一只手，哼，真棒。两只手是吧？太好玩了。三只狗里面这一只是最聪明的。五只狗都吃不完，睡起来了，像猪一样吃饱就睡。